本周明日之子将迎来王嘉尔、张碧晨、MC 天佑、李斯丹妮四位帮唱嘉宾助阵，团战一触即发。张碧晨今年上半年凭借热播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主题曲《凉凉》称霸各大单曲榜单，是一名公认的实力唱将。此次空降《明日之子》，除了与星推官杨幂再续三生之缘外，更重要的任务是助力赵天宇，他们的合作曲目更是引发了热议，其中以期待《凉凉》的呼声最为高涨。虽然合作曲目还未揭开神秘的面纱，但声线细腻且极具爆发力的张碧晨与嗓音温柔中透着纯净的赵天宇同台演唱，定会不负众望。坐等耳朵怀孕吧。与张碧晨、赵天宇搭档的高期待值不同， MC 天佑和毛不易的搭配惹来了不少争议。翻唱喊麦神曲《一人饮酒醉》的 MC 天佑在网络直播界颇具盛名，被称为金曲制造机的毛不易以扎心神曲《消愁》走红，一位是擅长带动气氛的 MC 歌手，一位是用简单旋律打动人心的音乐诗人，风格迥异的两人擦出的火花想必会成为当晚比赛中的一大亮点。